各位波士堪频道嘅老友记，告白响六十年代过时，香港商业电台。那日听到三家叔高老串把声话，环游世界，记紧带美国将军香烟，因为将军香烟系凭运标志，替各位带嚟凭运。扭去听澳门六村商业电台，有听到高老串把声话。 天龙啦，窗帘花色又齐，用料又精，美国老鬼文明。现在一节，由谭维林修女拉柏林波士子修女翻翻旧史过树，访问一下三家叔高老串先啦。喂，够捻长，顶靓计，声间啲閪仔捻，就乃座三家叔计。屌你条台湾婆个丑化系，真系死蠢。高老串有好捻多老婆仔拉埋契家婆加埋，即系有三头主家啦。所以香港啲戏子老米小佢做三家叔落。我哋大日本皇军向超和16年12月，为咗带东亚圣战。 响12月进出香港派出轰炸机炸狗出香港岛个市，就炸中高老全个兜口，当堂炸死佢其中一个老婆。系呢，三家叔，你响香港电影话戏说最能中意晒边捻啲角色家下？我拍片都冇乜所谓嘅，边度拍嘅？如果拍武侠片，我啊虽然会打，但系嗰啲掌风啊，掌风即系真系手掌嘅。 咁啊，普通呢都系拍张片多。咁啊，有啲朋友或者行家呢，就话我系注册嘅南无先生。咁因为呢，我啊拍南无先生啊、和尚啊、睇相佬啊、啲都市嘅小人物咧，注册多。山茶嫂，嗱啲鬼语词实啦，挖啲拣火挂刀蟹，橄榄四，顶靓姐都有妻鬼语片几。 咁啊，最近咧有啲朋友话，咦，点解冇得烟系国语片都见嘅，仲南北声啊？咁啊，呢个咧就系李汉祥嘅声，系关照嘅啫。我又唔会讲国语嘅，咁啊系个片面啊电话咁嘅啫。咁啊，最近咧都系拍啲小人物，我都系个样衰啊，所以咧拍得啲都系影嘅小人物多。三家叔。 你喺中华民国25年已经响香港踩影话戏，你控过时，但正做主角，系过出万里行尸，说连靓事姐都拉你出热过，你向南国影坛都算巴九七捻俾拉你。咁咧，混混噩噩，我而家谂下咧都有卅几年，都系搵两餐三餐都搵唔到。山叉嫂。 减最贱装化面过胡十二零，乃休妻点啊冷嘢事啊？又点啊冷嘢收了卡尔站下？咁啊，最近啊，我记得同阿洪生诶邓碧云小姐，我拍咗套戏，啊我前两我而家都唔想唔起个名，我啊做个包租公嘅，系埋过出医疗涉事光啊！ Nitro，野兽使人网面皮割薄。咁啊嚟收租嘅，佢两个咧就两公婆咁样嘅，咁啊一味推租。咁嗰个镜头咧好长嘅，100几尺嘅。咁啊拍嘅时候咧 ，NG 咗几次。咁啊 NG 嘅原因咧就唔系大家嘅，因为邓碧云小姐一睇见我咧，一望住佢一追我，我咧话我想睡。 我有乜你样衰啊？咁啊，惨啊，只会惨就 NG， 跟住又胡风，跟住我自己嗰次咧 NG 嘅机会咧最高啦，因为见咗 NG 咧即时系冬官要重拍过嘅，咁啊嗰啲片咧就要重新安排，所以咧 NG 咧就喺现场咧就搞嘅，拍到系都系写喺二月啦。 咁有場戲咧，要我見到個影度嘅，咁啊有個童星嘅陳石修咧開水喉嚟淋我嘅，咁嗰晚拍嘅時候咧又係非常之凍，咁我。
要跳落個井度，又要俾水喉嚟淋。咁啊，當時咧我大家咧都發現，咁所以咧人哋唔知啊，以為做我哋呢行咧，梗係好快活、好愉快，但其實咧佢哋付出都不足為過人數噶。三家叔，咁你響拍戲之餘，除咗揾你啲契家婆上你第三頭家樹吊客閪窿，仲有啲乜撚嘢細藝呀你？路良響日本過時，都聽過你老哥拉埋你班老死，好似金雷、吳彤、李秀琪、司馬華龍，作過手打有詩話：夜飲人頭馬，醉聽於鳳鳴。起菜推林袖，斟酒望金雷。踏七行拍掌，打杨宋美平。我私生活好简单啫，系中意睇下戏。咁啊，除咗睇戏之外咧，近来呢两三年咧就中意饮两杯。我饮两杯饮到好出名啦，因为香港咧有间明报咧就叫我做最佳演员，喺封面度登出嚟。咁呢个最佳咧就唔系演技最佳喎，唔系话最啊。最好个最佳嘅佳苗嗰间，佢系写咩咧？醉咧就饮醉酒嘅醉，佳咧就佳行嗰个佳，即系醉到扑街咁解。咁所以啊，睇片场我喺边度咧，好多人叫佢最佳型。我猜，乜香港啲报纸老写嘢咁绝滑噶？咁其实我都唔系饮好多啫，每日都系饮。